像 Selina 有发他那个一家三口的照片，嗯，然后大家有想怀疑他是不是有结婚登记的。哦，这你们自己去问他。自己问他。啊，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他非常私人的事情。嗯，我这个如果哈，哦，在这边这样给你们回答，我真的是多嘴哦，真的是难哦，难做这种人，大你搞给懵啊。他刚说已经看了斯琳娜，然后还帮忙洗小腰果。对啊。他现在恢复的怎么样？身材？身材我觉得好像他一直都差不多那个样子啊。但是我觉得他的心理状态很好哎，欸，然后他很享受就是照顾孩子的感觉，而且我觉得他并没有因为当了妈妈失去自己，唯一有 一点小小失去的部分就是他可以接受吃冷食了，因为他以往就是食物一定要热热的他才吃啊，没有热热的他不行，他会跟工作人员说我这个工作大概几点结束，然后大概我几点要吃饭，所以你叫餐的时间的时间来送来食物送来的时候食物一定要是热的，我要热热的吃，他是那种人这样，但他现在可以接受，就是就算食物冷掉他也无所谓，就是这样。我就说对，我以前是这样，我当妈妈的时候我最喜欢吃的是蛤蜊，可是静宝也很爱吃蛤蜊，我们每次去吃火锅不是都会带另外再点一盘蛤蜊然后增加汤头的美味吗？后，那个时候我就算爱吃蛤蜊我也都会全部剥下来给他吃，这就是母爱，然后你会把你最爱的给宝宝吃。但后来他现在都没有在迷啊，我自己吃，我就哦，好嘎仔，就自己吃这样子。那你是小药果的干妈吗？哦，我不是，嗯，我没有，我没有要当他干妈。哦，但我听说他有干妈了，印象中他是有个干妈的，我没有要当他干妈，因为我不知道干妈要干嘛。干妈是不是要给他一些财产啊？有这种事情吗？对吗？你有进宝？对啊，我就已经有进宝，我再给他一个进宝，心里应该会有点不平衡吧？对不对？我送给进宝最大的礼物就是没有手足，对，没有人跟他抢啊，全部转播拎弄裂啊。像 Selina 有发他那个一家三口的照片，嗯，然后大家有想怀疑他就是有结婚登记的。哦，这你们自己去问他。自己问他。啊，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他非常私人的事情。嗯，我这个如果哈，哦，在这边这样给你们回答，我真的是多嘴哦，真的是难哦，难做这种人，大你搞给懵啊。哦，那有预约找你当伴娘吗？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回答，如果有的话那不就是他要那个了，当然也是这个你不能问我，嗯，而且我已经结婚了谁还要当伴娘啊？对，嗯，我当老娘就好了，来当伴娘，我当老娘还当得不够吗？累死我了，我现在六日都要当老娘你知道吗？因为我儿子已经上学了，六日管家休息，就是我跟他爸两个人要带他，真的没